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朕愿和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此情此景，朕永生难忘。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一起过生日。龙小弟，怎么会呢？每年不都有生日吗？每年我们都可以一起过。你不愿意做朕的后妃，朕也没办法让你一直留在紫禁城里。你早晚会离朕而去，如何能陪朕年年过生辰？你是在怪我吗？朕不怪你，你生下来就和朕不一样，你是自由的小鸟。这个紫禁城啊，就像一个鸟笼子，把你给困住。也许你待在里面并不快乐。我快乐，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龙小弟，你忘了，我的病只有你的龙珠才能治啊。我除非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好，朕也想永远把你留在身边，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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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远，我们还是先珍惜眼下再说吧。是，永远太远了，先珍惜眼下吧。龙小弟，我看你今天好像很疲惫的样子。前些日子为了寻你，积压了这么多奏折，朕可能是批阅奏折太久，所以没有休息好。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的眼神有点伤感，是不是太皇太后把你叫过去跟你说什么事儿了？你还说呢，这还不都怪你啊。朕抛下一大堆事情悄悄地出宫寻你，被太皇太后好一顿说。太皇太后还要把你赶出宫去，这安抚了大半个下午才把他安抚好。龙小弟，我错了，是我太任性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确实是不能这么任性了，再这么任性的话，恐怕连朕也保护不了你。好了，先回去吧，朕还要批阅奏折呢。要是再留在这儿的话，朕又得分心，那恐怕又得熬夜。知道了，那我先走了，龙小弟。康熙可有什么异常？没有感觉有什么异常，就是觉得他有点疲惫，精神不振，似乎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伤感。伤感？嗯，他说是为了上一次我离宫出走的事情，太皇太后把他叫过去一顿训斥，还逼着他把我赶出皇宫。我现在才知道，太皇太后之所以要把那些宫女还有叔父赶出去，是为了怕伤了皇上的面子，咱们虚惊一场。看来鳌拜的病还没有被治好，等义父和师父们回到京城，我再和他们商量一下，想办法除掉鳌拜，以绝后患。老大，难道你的出现真的只是朱明联盟设下的一个圈套？你和朕那么多美好的过往都是假的吗？没错，都是假的。李爱卿，别叫那么亲热，我不是你的爱卿，他也不是你的欢儿。你早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还装什么装？今天不是我死便是你亡。朕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吗？朕一直待你如兄弟。欢儿，你跟朕那么多过往都只是逢场作戏，都是欺骗朕的吗？兄弟，你是大清的皇帝，我是大明的太子，我们两个能做兄弟吗？欢儿，我是南明亲王李定国的女儿，
我会爱上你？可笑！我真正爱的人是我的猪哥哥。你们为何要如此对朕？朕待你们一片真心呢、啊？你们辜负了朕，辜负了朕呢、啊！婉妹，别跟他废话了，我们这就杀了这狗皇帝，为我死去的父王报仇。没错，为我大明千千万万阵亡的将士报仇。玄烨，玄烨，受死吧！皇上，您是不是一宿没睡了，累着了？真没事，索图到了没？哦，一直在外面候着呢。玄德进来。这，慢着。皇上还有什么吩咐？朕饿了，你亲自去御膳房取一些朕平时爱吃的小点心来。这。左大人，皇上宣你进去。啊。奴才给皇上请安。年龄查得怎么样了？回皇上的话，奴才的心腹根据鳌拜提供的情报，终于查到了明珠谷的所在地，与李易欢兄妹透露出来的信息完全吻合。当地确实在李易欢十岁的时候发生过大旱，而且附近的府县也曾发生过多起库银失盗案。您的手下进入明珠谷没有？没有，明珠谷只有一处隐秘的入口，那是一条易守难攻、机关重重的密道，奴才怕打草惊蛇，让他们先不要妄动。皇上，这种种迹象表明，鳌拜所言非虚，这李氏兄妹是朱明联盟乱党的证据，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清楚了。可这些证据死还不足，朕要的是铁证，是铁证，明白吗？奴才明白，皇上。可是皇上您，您要什么样的铁证呢？鳌拜不是有一个卧底叫黑狐在明珠谷吗？朕要亲自见见他。这，奴才这就安排。李公公。康熙可有什么异常？皇上现在正在召见索图。叔父这手上提的是什么？哦，皇上说他肚子饿了，让我亲自去御膳房给他拿点平时最爱吃的点心。往日康熙若是要传膳，都是吩咐你一声，你让手下的小太监去办就行了。今日为何让你亲自去取？难道是跟索图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故意把你支开？我也觉得好像是皇上故意把我支开的。难道皇上对我也起疑心了？不可能，叔父跟我和易欢的关系，除了义父，没有外人知道，康熙更不可能知道。啊，皇上平时如果跟机密大臣商量什么军国大事，也会把身边的人支开，说不定他正跟索额图商量什么其他的要事。但愿吧。眼下康熙跟太皇太后没有什么异常，但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叔父，你要帮我多留意一点宫里的动向，我正在想办法筹集人手刺杀鳌拜。简卿，我求求你们还是从紫禁城中撤走吧，太危险了。我都一把岁数的人了，我不想再天天的受惊吓。不行，事情还没有明朗，就这么撤走的话，损失太大了，我没办法向义父还有师父们交代。你就是黑虎？回皇上，
奴才正是黑狐。你既本是八旗子弟，为何只肯效忠于鳌拜，却迟迟不肯主动与朝廷联系？奴才也是迫不得已。鳌拜执政多年，掌握了奴才家族大大小小的把柄，所以奴才不得不受制于鳌拜。这些年来，奴才只能和鳌拜单线联络。自从鳌拜被捐禁之后，奴才也曾想过向朝廷报密，但却迫于鳌拜继位，不敢造次。直到鳌拜此次真心伏法，把奴才等密探献给朝廷，奴才才有幸叩见圣言。抬头说话。谢皇上。你把李欢他们二人在明珠谷的情况细细禀报于朕，绝不得有半点隐瞒。这李建清本名朱慈轩，是前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永历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战乱中失散了，下落不明，因此朱慈轩就被李定国那帮前明余孽们奉为了前明最后一个太子。这李易欢是李定国的小女儿，和朱慈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据说永历帝留下遗诏，为朱慈轩和李易欢从小定了亲，所以李易欢又被这些前明余孽们尊奉为未来的太子妃。他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一同长大，感情甚笃。好了，你回去吧，继续待在明珠谷。朕赐你一个腰牌，要是有紧急情况，你可以直接进宫面圣。不过你得小心提防，不能让朱思轩和李易欢发现。奴才明白。皇上还要提防李公公。奴才听李定国说过，李公公被鳌拜下了大补丸之毒。鳌拜被捐禁之后，朱李二人利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公公，李公公便做了他们的耳目。这件事情鳌拜也发现了。自从鳌拜被捐禁之后，李德福再也没有找鳌拜要过大补丸的解药，显然是投靠了朱李二人。鳌拜已经跟朕禀报过。奴才这里还有件重要证物，本来想交给鳌拜，但是鳌拜让奴才亲自呈现给皇上。这个鳌拜终于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本分的臣子了。皇上，这就是三把金钥匙其中之一，原本是在吴三桂手中。吴应麒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途中，被李易欢的师姐樊倩影调了包，钥匙落在朱慈轩手中，所以奴才才有机会又从朱慈轩手中调了包。也就是说，现在吴三桂和李定国手里的金钥匙都是假的。这把金钥匙才是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后从永历帝身上得到的正品。好，你做得很好。待朕剿灭乱党之后，必将重重赏你。奴才谢主隆恩，奴才不便在此久留，奴才告退。去吧。谢皇上。今晚的事情不会泄露出去吧？皇上放心，自从上次妾身知道这宫里有人在外面嚼舌头，回来就把这宫里的宫女跟太监全都清理了一遍，现在留下的都是绝对可靠之人。上次是朕误会你了，这个雪衣居士是受了吴应麒的指使，假举报真掩护朱李二人。有皇上这句话，妾身就是受了再多的委屈也值了。皇上，接下来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抓捕雪倾城、朱慈轩、李易欢？此事让朕再想一想，你先归案吧。这龙小弟，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有什么事儿吗？还不是吴三桂又给朕出难题了。不提这些烦心事了，你且陪朕散散心就好了。哎，过来看，看到了吗？干嘛呀？你干嘛打那对鸳鸯，拆散他们夫妻啊？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恩爱夫妻，只不过逢场作戏罢了。为什么这么说？你不信？那你看那只雌鸳鸯飞回来了吗？如果他真的爱着那只雄鸟，怎么会因为一颗石子就一去不返了呢？真的呀，那只雄鸳鸯也不知道上去追，就知道在那傻等，真够笨的。不是笨，只是伤心了。如果那只雌鸳鸯真的有情有义，那它就应该飞回来，而不是这么等着那只雄鸳鸯飞过去找它。龙小弟，你是在借鸳鸯埋怨我吗？也不是埋怨，只是有一些伤感罢了。太皇太后一直对你不满，皇后和后宫的嫔妃也一直对朕宠爱你多有非议，连朝中的大臣都对朕非议不断。你知道朕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吗？我知道，其实我也为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才会选择离开你。但是当我看到你不顾一切来找我的时候，我顿时没有了主意，只有跟你回宫。你对朕的一片真心，朕是能感受得到的，这也是朕最大的欣慰之处。其实朕根本就不是怕什么压力，朕怕的是你一直在拒绝朕，逃避朕。你心里一直念着你那未婚夫，早晚有一天你要出宫跟他成婚。每每想到这儿，朕就觉得心痛如绞。你明白吗？皇后，你想说什么？皇祖母，皇上已经见过了鳌拜还有黑狐，已经确认了李建清和李易欢的真实身份。可皇上为什么还迟迟不将他们捉拿问斩？难道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割舍不下吗？鱼在网里，你还怕他跑了不成？这次皇上是动了真情了，这一跤他是跌得不轻啊。也算是他一次挫折吧，给他一点时间缓缓，待他醒悟了，自然就会收网。皇后啊，万万不可心急。小师妹，你有没有发觉最近情况有些不对劲？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可是我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皇上倒是毫无异样，可是昨天大师父传来消息，说最近在明珠谷外发现很多清军密探活动，他们好像是在寻找明珠谷的入口。你是说这跟太皇太后看鳌拜有关？但愿无关吧，否则纵然咱们能全身而退，可这段时间在宫里的苦心经营就白费了，大师兄和师父们一定会很受打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龙小弟也太沉得住气了吧。皇上吉祥。皇上吉祥。皇上吉祥。平身吧。
谢皇上。你们姐妹俩有这么多悄悄话可以说啊？哦，不是悄悄话，是臣妾久居深宫，有时感觉寂寞孤单，就让欢妹妹过来陪陪我。嗯。朕来的不巧啊，打扰你们下棋了。没有，我跟雪姐姐刚下几下你就来了。那你可敢跟朕下完这盘棋啊？这有什么不敢的，下就下。皇上，臣妾去小厨房为皇上准备些茶点。农小弟，你确定要下这儿吗？你可输定了。这不对啊，明明刚才是我占先机的。你占尽先机是因为朕一直在让着你，事事如棋，不到最后谁输谁赢又有谁知道呢？龙小弟，你刚才那两个棋下得有问题啊。这样好了，我赢了。毁棋啊，落棋不毁真君子。反正我又不是君子，我是小女子。龙小弟，这盘棋你输了。好，那朕认输。其实这世间事，赢又如何，输又如何，只要能哄得你一时开心，朕认个输又何妨。父王，这信上面说鳌拜是庄房，并且将李建清兄妹还有雪倾城的真实身份以及明珠谷的确切位置全部向康熙和盘托出了，这是真的吗？嗯，这是本王安排在鳌拜身边的眼线传来的密信。我们幸亏终于建成了飞鸽传书的新渠道，从京城发一封密信到滇都三天可达，眼下主子仙李欢他们的情况一定十分危险。那父王打算如何应对呢？李定国虽然已和父王歃血结盟，可我总觉得他不能放下过往，对本王绞杀永历帝一事始终是耿耿于怀。本王和康熙的关系更是日益紧张，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出手，就会激怒康熙，加快他撤藩的步伐。我看不如这样，本王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让他们二虎相争。万万不可啊，父王。我们大家都知道李建清的身份特殊，是南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也是朱明联盟的精神支柱。他如果死了，那整个朱明联盟的神也就散了，并且再难成事。如果说之前李定国对您还心存芥蒂，无法对您实心实意，那么父王正好借此机会向整个朱明联盟以及李定国表明诚心，这样也可消弭当年您绞杀永历帝的伤痛啊。父王，如果孩儿所料不错，康熙不久就会对明珠谷动手。他若是铲除了明珠谷，杀了李定国，那么整个朱明联盟也必将分崩离析，再难成事。在那以后，父王又如何自处呢？父王真是糊涂了，还是妻儿你点醒了父王。你这就向李一环他们示警，协助他们撤离紫禁城。这可还来得及吗？从康熙擒鳌拜就可以看出，他一定会运筹帷幄，布置周全方才动手。他想把明珠谷一网打尽，就要费些时间布置，希望还来得及。去！
樊世美，你跟叶师弟不应该在滇都吗？怎么突然跑回京城来了？哎呀，这个你就先别问了。我和叶师弟三天前就已经到京城了，只是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现在赶来是有紧急的情报要告诉你们。我刚刚接到吴应奇的飞鸽传书，你、雪姐姐还有小师妹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你怎么知道的？吴三桂在宫中的眼线不仅雪衣居士和雪姐姐这一条线，他在天牢和鳌拜府中也都埋伏了眼线。还好康熙他行事谨慎，到现在都还没有动手。我这一接到飞鸽传书，便马上过来通知你们了。你赶紧通知雪姐姐和小师妹，赶快撤吧。好，我马上回宫。既然你跟叶师弟三天前就回到了京城，为什么一直没有通知我？大师兄，这个你就不必问了，只是我和叶师弟这边出了一点小状况罢了。什么小状况？是不是叶师弟还是放心不下奕欢，在滇都待不住了，想要偷偷跑回京城私会奕欢？这个我原本不想跟你说的，我看到叶师弟刘叔叔到京城，我就赶紧追，这一追就一直追到了京城。叶师弟人呢？这三天我一直在劝他，叶师弟也已经答应了要悄悄跟我回滇都，我们想就当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可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应奇的飞鸽传书，原本想让叶师弟跟我一起来见你，可是他不肯，我就自己来了。想不到不仅康熙不肯对奕欢放手，就连我自己的兄弟也还惦记着我的女人。找了，小师妹，你走错来了。你不知道，我等等的好心焦啊。你以为皇宫那么好出来啊？想进就进，想走就走啊？我费了老大劲才骗过守卫呢。咱平时不在慈航药铺接头吗？为什么今天在这儿啊？而且你给我的暗号那么少，我找你一路了。我故意把暗号留得很少，就是不想明珠谷其他的人看见。为什么？叶哥哥，你这是干嘛呀？拿这么多东西，还有穿的，你这是要逃难啊？不是逃难，是旅行。我带你离开京城，离开明珠谷，找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过我们想要的生活。你跟我，我们两个离开明珠谷？对，就你和我。这辆马车里装着我多年的积蓄，虽然比不上你在宫里的生活，但也可以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了。小师妹，跟我走吧，我们找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保证，我会把我最好的全部都给你。我不会像康熙那样拥有无数的女人，我这辈子就只爱你一个。叶哥哥，你疯了吧？你跟我说出这样的话。不，我没疯，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康熙他真的爱你吗？他有江山和美人，他只是图个新鲜罢了。就算康熙他真的爱你，可你是前明晋王的女儿，是前明永历帝钦定太子妃，如果他知道了这一切，他还会爱你吗？我们再来说朱慈轩，大师兄他爱你，对吧？你错了，大师兄和康熙一样，爱的都是江山。你们的情谊在江山面前，比起来什么都不是，比一根羽毛还要轻。他们跟你不是一路人，我跟你才是。你不是曾经说过，这天下到底是姓爱新觉罗还是姓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才是无欲无求。可
可以和你长相厮守一辈子的那个人。不，不可以，不可以。小师妹，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哎，叶哥哥，你干什么呀？你这次偷偷约我，我没有告诉朱哥哥，因为我怕我告诉他会破坏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但是请你以后别再说出今天这样的话了。一欢，你当真不愿跟我走是吗？叶哥哥，我不能出宫太久，康熙已经在怀疑我跟朱哥哥，我得赶紧回去。叶哥哥，你干什么呀？小师妹，我不想勉强你，但我已经别无选择了。叶哥哥，你疯了吗？小师妹，你别生气，我先带你走，找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等我们成了亲以后，我再和你回来，向晋王还有我爹爹谢罪，别怪我。将来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樊师姐，你怎么来了？我看到你留的暗号了。你把小师妹怎么了？师姐，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我以后再慢慢向你解释。但如果你今天一定要拦着我的话，别怪我不顾多年的同门之情。你和小师妹的事我已经顾不上了，我来是要告诉你，大师兄、小师妹还有徐姐姐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康熙什么都知道了。樊姐姐，你说的是真的吗？龙小弟已经知道了。嗯，那徐姐姐跟朱哥哥知道了吗？我先通知的大师兄，再赶来通知叶师弟的。而且咱们慈航药铺的据点也暴露了，所以我和大师兄约在北郊的镜湖见面，咱们赶快和他们去会合吧。嗯，终于忙完了。皇上，李德福，你这是做什么？皇上，奴才有罪，请皇上饶命。你何罪之有啊？皇上，奴才有两项大罪，每一项都是杀头的，请皇上，请皇上准许奴才戴罪立功。大师兄，怎么了？我们的身份暴露了，康熙已经什么都知道了。难道鳌拜真的装疯了？是，康熙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就是想顺藤摸瓜，把我们所有人一网打尽。小师妹知道了吗？她不在御书房当差，也不在永乐斋，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担心康熙是不是已经把他给抓起来了。那怎么办？倾城，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必须马上撤离紫禁城。你出宫以后跟樊师妹、叶师弟他们会合，你们一起离开北京城。嗯，大师兄，那你呢？幻妹下落不明，我不能抛下她就这样一走了之，我必须找到她，带她一起离开。时间紧迫，趁康熙还没有动手，你赶紧撤吧。不，大师兄，你不走，倾城哪儿也不去。倾城，你别犯傻了，赶紧撤离。大师兄不走，我哪儿也不去。倾城，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不能丢下小师妹独活。难道大师兄出了事，倾城就能苟活于世吗？倾城，我不值得你为我这样。值不值得，由我的心决定。大师兄，我们三个人一起进的宫，
要走就一起走。小师妹武功不好，多一个人多份力量啊。等找到她以后，凭我们俩的武功和她的轻功，一定可以全身而退的。好，我们分头找，半个时辰以后在永乐斋会合。原来你就是鳌拜勾结的那个内奸呢。皇上，奴才也是迫不得已。当时鳌拜权倾朝野，休说奴才，就连满朝文武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鳌拜还逼着奴才吃下了大补丸，奴才不得不听命于他。皇上，但是奴才从来没有做过危害皇上和危害大清之事啊。在朕的膳食中下毒还不算危害朕和大清之事？皇上饶命，是鳌拜胁迫奴才下的药，但是不伤及性命，只是让皇上精神倦怠，疏于治理朝政。如果老奴不下药的话，鳌拜也会另找他人下药的。好你个奴才，还这么会狡辩。皇上，奴才不敢狡辩，奴才只是如实的坦白，如何受制于鳌拜，求皇上饶命，求皇上饶命，饶了老奴的狗命吧。这第一罪不仅你有，朝中大半臣子都有。朕曾经说过，赦免所有过往听命于鳌拜之罪，朕乃天子，金口玉言，所以你这第一罪朕便赦免了你。那这第二大罪？谢皇上。鳌拜伏法以后并没有供出奴才，奴才仍然悄悄地找鳌拜去拿解药，可是没想到那一日。站住！站住！快放了李公馆。李太医，你杀了我你也活不了。李德福，你别以为杀我就没有人知道你是鳌拜的内奸了。你别忘了，我还有我的妹妹易欢，我若是死了，她绝对不会放过我。李公公，您知道的，我这个人啊是不会害别人的，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暗中害别人的。所以只要你不对我们兄妹两个起什么歹心，那我们自然不会对你怎么样。但如果你心里对我们兄妹两个……当时李氏兄妹答应过奴才不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奴才以为他们不过是皇上派在鳌拜身边的奸细，虽然探知了奴才为鳌拜所用，但却慈悲为怀，愿意放奴才一马，不说破此事，奴才心中还是感激。但是没料到，既然叔父想活不想死，那么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我马上把大补丸的解药给你。李氏兄妹拿着大补丸的解药要挟奴才，让奴才充当他们的耳目，奴才以为他们不过是跟鳌拜一样，想要探听皇上和太皇太后的消息，好要得圣宠，奴才也就答应了。那你的毒解了吗？没有没有，奴才每个月仍还得服食一次解药，否则大补丸之毒一发，奴才就生不如死啊。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还向朕自首啊？那日皇上和索大人怀疑李氏兄妹都是朱明联盟的乱党，奴才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啊。不瞒皇上，奴才这些天来一直在反复的思虑，越想越觉得这李氏兄妹真的可能是乱党。奴才已经侍奉过三代帝王，皇上比太宗皇帝和先皇都更英明睿智，我大清朝有了皇上一定会国运昌盛，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奴才若是帮臣子们探听消息争宠夺利也就罢了，但是不能帮助乱党去干这些危害大清之事啊。奴才左思右想才决心向皇上自首，并且出手李氏兄妹，求皇上念在奴才这几十年来侍奉了三代帝王的份上，饶了奴才吧。你这第二个大罪果然是杀头的重罪。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当初皇上如此宠幸李氏兄妹，就连皇后和索额图大人都不敢相劝，太皇太后也无可奈何，
奴才又怎敢不听他们的话？但是奴才已经醒悟了，奴才拼着一死也要向皇上出手他兄妹二人。皇上就算不饶恕奴才，奴才也好歹算为皇上清除了身边潜伏得很深的两条毒蛇，也算奴才为大清尽忠了。算你聪明。其实朕早就知晓了李氏兄妹的真实身份，他们根本就不是兄妹。朕也早就知道你被他们二人所迫啊，当了他们的耳目。原来皇上早就知道了。你还记得那日太皇太后出宫去探鳌拜吗？哦，记得。那鳌拜的疯病越发的严重了，居然连奴才都不认得了，还把他喝的那碗汤药泼了奴才一脸一身呢。那东西鳌拜根本就没有疯，连你也被他给骗了啊。鳌拜没疯？那难道鳌拜是在装疯吗？不错，你所中的大补丸之毒必须每个月都服用一次解药，但是自从鳌拜装疯以后，你便再也没有找过他拿过解。万事欢颜，书记许清。